朋友们，最近又有草系反应爆料了，估计呢大家也都在网上看过那张图了啊。它这个里边是怎么说的呢？就是说草雷反应的话，它会掉落相对应的元素球，增加元素伤害。草水反应的呢，它叫做慢生。草水反应之后呢，它会产生这个蘑菇，然后这个蘑菇呢，它会掉落，会爆炸，产生范围型的 AOE 伤害。草火反应的话，那就不说了，是吧？肯定就是燃烧了。草个跟冰、岩和风之间啊，它其实是没有反应的。现在呢，它是这么传的。据说这张图的可信度呢还非常的高。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呢？那我就有几个问题了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草雷反应产生元素球，然后增加对应的这个元素伤害，它看的是雷系的精通呢，还是看的是草系的精通呢？我们现在不知道它到底看的是哪一个系的精通的伤害。如果说它看的是草系的话，那草系呢大概率也是要对精通的。之前大家都有在猜想，就是说这个草雷反应呢大概率呢会抬雷系一手，八重的售后可能说会在草系的时候八重就崛起了。那如果说草雷反应真的就是说产生一个元素球的话，会不会说把八重抬上去呢？那我觉得八重的问题不是说这个反应，而是在于它的手感跟机制的问题啊，就它太磨叽了。放三个技能还非常容易让怪把它拍飞了，就蛮尴尬的。水草反应的话呢，大概率呢也是一个新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玩法。我们经常说就是水系人上人了，如果说真的出现了那个，那我们号称汤达人的达达利亚又迎来了一波加强。不管在任何版本啊，达达利亚永远都能喝到汤，就是号称汤达人。然后就是火系嘛，火跟草的话或许会成为最大赢家。现在还有一个小道消息，就是说等草系出来之后，火系会有一个新的玩法。那冰系呢，我觉得也没啥关系，因为冰系呢本身就很强了。这个传言呢我们先不论真假，我们也就看一下就好了。只要它这个东西一天没出来，那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。反正虚拟马上也就要出来了，官方的爆料啊估计马上也就要出了，到时候呢是真是假是骡子是马也都清楚了。